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景，我是佩姐。佩姐今天要帮你做一个大改造，因为我本身也蛮喜欢泰勒斯的，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驾驭不起大红唇，对，所以我满心期待，因为我嘴巴很薄，看得出来哈。你有说到重点，因为泰勒斯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那个红唇，对 ，American Red， 对，然后加上他的皮肤很白皙，是，像薄唇啊，如果要画成欧美那种丰唇的话，他要怎么去调整？调整上的话看嘴唇，因为也有人嘴唇上面比较薄，对，所以在画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画比较浮夸一点点，好比说它正常来说的话，它的位置就是会在，我们先画一个正常的，就是画完它比较一般的厚度，然后等一下来画一个比较厚一点的，我们稍微抿一下，这是我正常的，正常是这样子，没错，对。然后所以呢，要厚一点的话，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唇峰，我们可以稍微再画上来一点点，没有关系，再稍微厚一点点，对，再往上延伸，过它的唇线就对，对，过唇线。所以才说为什么要用这种雾面的，因为你用亮面的话，它的附着效果没有这么的好，因为我们要定住它，所以就是画用雾面的话会比较好操控一点点，然后就是。这边嘛，我们现在画比较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会一个，侧面它会一个断层在这边，对，我们就是要把这边把它接过来，哦，慢慢的接起来，它就会变得比较厚。然后画完之后，你可以稍微简单的抿一下，对，它就会这样呈现出来，厚感又会再更不一样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样描绘的微笑的状态，把它描绘出它的那个厚度再更明显一点点。这样大致上就会完成一个泰勒斯的一个唇妆，有没有？就比较厚一点点，对，就会让你这边的人中的那个长度再稍微缩进来一点点，完全就把你的原来的形象打灭，不像我，完全不一样。那最后呢，我有帮他准备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，但这个东西呢，只能在摄影棚为大家揭晓，期待哦。对，那就大家就摄影棚见喽。今天被改造名人，完全完全不像你的 style， 对，我也很惊讶，惊吓。她今天是那个假面女郎嘛？现在真拿麦了，我都假面女郎也拿麦了。哦，我以为麦是装饰哎，因为她刚以为她要唱，结果拿只阿伯的口罩，而且这是经典动作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是麦克风，来那个国际老师讲解一下。对，人家在维多利亚的秘密啊，他一出来就这样。哦。所以然后额头这里是头身的位置，头部发音。所以你今天是 Taylor Swift。Yeah， 答对。Yeah。Bingo。美国最有产值的女歌手。是。哇。够恐怖。今天你不会不自在吧？不至于吧？不会啦，觉得蛮享受的，感觉可以变一个人坐在那。对不对？